有余力，哲学文。净空老和尚告诉我们，今天学佛从哪学起？从《弟子规》学起，因为《弟子规》是做人的根本，里头是讲孝敬，字字句句都是活的教诲。为了让大家能够活用《弟子规》，深受观众喜爱的著名佛曲演唱家 Dr. Julie 以音乐结合《弟子规》，同时配合生动的舞蹈、可爱的动画，制作出品质精致的《弟子规》Let's Go， 连学龄前的小朋友都能从中了解《弟子规》的精髓。即日起，华藏卫视特训将调整至每周五、周六播出，每周一至周四，竭诚欢迎家长和孩童共同观赏这个寓教于乐的亲子节目，全家大小一起来学习《弟子规》。